蔡文成是这样的，迪迦是这样的。这么幼稚，赶紧关灯睡觉吧。快相信光了。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。哎，今天你就见到了。你想干嘛？你个坏小子！打你个坏小子！打你个坏小子！哎，你那个用完快给我用。把那个卫生巾擦擦，我妈她还在忙。你快藏起来。走了，拜拜。扣了三分啊！又扣三分了。这个卫生太脏了。我手机去哪了呀？哎，泡芙可以借你手机，我打个电话吗？哦，谢谢。老师还有麻烦影响你的学分，你知道吗？影响你学分，影响你。哎，你这备注是什么意思？哎，哎，你不要跑！你小子，这女人做什么了？我明白。